你一定要知道确诊个案自主回报医疗系统怎么用。裁剪阳性之后会收到手机简讯，小心诈骗，请证明网址是 bbs.cdc.gov.tw 再点入回报。首先确认基本资料，如果你有喘、呼吸困难、持续胸痛、胸闷、皮肤或嘴唇、指甲床发青的症状，请立刻联系119。接着，孕妇、血液透析患者或是65岁以上独居民众，请在这边勾选。再来，请回想一下共同居住者，开始填写线上医调单，一共有5大题。填写完毕，记得联络您的同住家人进行自主防疫或居家隔离。如果你有装社交距离 App， 也请自行上传随机 ID。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我们当初好角色呢。哦，投资朋友，一睏一日起，哦，看你美国盘，哎，起了未歹呢。吼、哦，这声哦，恁祖妈吼，要来个车拼哩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先慢车，慢车吼、哦。哦，那安尼哦，功夫底无够。哎，很容易受伤害啦，对不？你要了解，会影响台湾盘的吼。嘿，迄唔是干看到讲啊，美国盘收盘就算呢，人伊还佫有盘后交易，就佮咱台子期同款啦。哎，收盘了无嘛，还佫有盘后交易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你看的吼，哎，透早睏一日起，哦，美国道琼大起618点嘞啊，涨幅将近2%呢，1.98%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呢是的，嘛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大起1.59%，刷嘞8%嘞，啊，这起较少啦，哎，0.55%，哦，佮刷嘞来 SP500嘞，哦，起1.86%，一个算算的啦，哎，美国盘涨，哎，平均涨幅1.5%。奇怪，啊，咱台湾盘奈安尼，奈安尼开高走低，就安尼个端落来安尼啦，一路好落来啊。你不觉得最近的盘很奇怪呢？迄反弹哦，拢有气无力啊，啊，本金管哦，啊，都出现拉高出货。嘿，啊，无这个盘安尼是要去甲倒位去？电管量啊，人就要拉高出货，今仔日嘛是同款啊。哎、欸，红的时阵啊，大盘还佫红的时阵，哦，你来看安尼啦，嘛是拉高出货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讲的啊，谁人来安尼？人美国盘表现袂歹啊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台湾盘都开高走低吼，落尾200点落来，差伫对，伫遮啦，美角伫遮啦。美国盘的盘后交易啦，平均甲算算的已经落1.11%啦，所以讲影响到亚洲盘的表现。你啊看亚洲盘，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上海，嘛是同款啊，欧陆如啊，平均跌幅1.19%，甲咱台湾差不多啊，对不？我唔是来只放马后炮哦。5月18号，鳄鱼老师第九届，甲你讲爱走的时阵，已经甲你提醒啊，双重压力，月线压力线，所以讲第九届甲你提醒爱走。
啊，你都唔相信啦、啊？哎呦，啊，拢看不济啦，啊，看报纸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看看吼、哦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哦，会趁钱，我得病啊。还看报纸会趁钱吼、哦？哦，啊娘喂，啊，你都甲遐老师同款啊？嘿，看报纸你叫股票的啦，我得昏倒啊哩！啊，来来来，你家己看吼、哦。我敢讲一支股票都台积电，年初的时阵，嘿，历史新高688迄一天，对不？1月17号，外资安那讲上看1000，敢那二一老师跟你讲要跌了，人去，安尼啦，一路出啦，你有看到比688还高吗？无。啊！你要相信外资讲上看1000，嘴甲咱讲上看1000，结果呢连17卖，要丢搞哩，对不？讲一套做一套，刷咧哩。3月16号一天，除夕，位老师讲啊会啦，这反弹啦，到600的时阵嘛，嘛都爱走啦，对不？就甲你讲啊呗，人去，有无？来，请甲咱出话来。接着3月16号除夕，有无反弹到偌济？602，哇死啊！准无？甲你讲个反弹到600，600都爱走。结果呢？5月18号又过来啊！真笑的呗！又过上看1000，又过是外资。哦，你相信啦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捌字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写到这大字，大家拢看有嘛。好，你甲跳落去，来上看1000。结果你一个看讲，买超才2055张，就甲咱讲上看1000。伊当卖的时阵，3月7号。一天卖59333张，这个比例，安尼要甲咱讲上看1000，无讲无代志，讲完，砰，落去啊！你还相信外资吗？你还要看报纸操作股票吗？啊妈啦，拜托你啦，唔是要背啦！看报纸就会赚钱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要看报纸会赚钱、哦、你倒不如啦，你相信鳄鱼老师，我们改变一下，不要江湖一步关，就只要先买后卖。而且呢，现在当冲的比例、哦、非常的高的 41%， 上市这边上柜的 60.9%，哦啊，怎么这么高的比例在做当冲啊？我早嘛跟你讲过啦，这个盘哦，不是哦，你遐简单啊啦。我唔知你看这张表吼、哦，看过几摆啦？跟你讲，短线波段拢爱输，讲几回啊？你甲看今年的行情，人去，答案咧对多头有利吗？你家己看，对多头有利吗？落3000点落来啊，啊你还佫刚好一波关，家来要先买后卖，你还搞不懂人家？哎呦，那么高的比例在做当冲是为什么？寻找赚钱的方法，啊！即摆套牢的人呢，拢找借口啦，啊！就伊是咱报纸写啊，安尼啊，夭寿啊，那个无买死，买了再死哦，看安尼啦，啊！就迄个老师啦，哦，一讲啦，啊，你股票的基本面偌好都偌好啦，哎，安尼啦，哦，上看哦，哦，要搁起偌济都偌济啦，人客，我甲你讲。做空落来，基本面好甲歹，拢同款。
照落，是落较侪、落较少的差别尔，对不？啊，你这若个先买后卖，还是要相信那个老师哦？拉回买早点，再下来买午餐，再过来嘞，买晚餐过来买宵夜，啊，过来嘞，隔天都通通买回来哦。啊，若继续搁破底嘞，你怎么办？你裤底有那么深吗？你是外资吗？弄死嘛！啊，弄不死，咱就要改变嘛！找一个成功的方式啦，找一个赚钱的方法一个啦。你若要看报纸，你倒不如吼、哦，对我鳄鱼老师来，当初。咱今仔日又搁全雷打，又搁完胜，所有的会员通通赢，改变着哩，人生就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精彩。这是明仔载要做的，我已经传达你。哦，你上微博上，哥哥姐姐，来手机啊，甲提起来，甲扫描 QR code。咱一天限20个名额。啊，逐天嘛要超过，我有法度。都我讲的咩？人即马当冲的人，哦，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，就是在寻找赚钱方法。迄甲你无共，嘿，你著共学一部关，也要先买后卖，对不？啊，要知啊，我来讲嘛，这个行情。如果可以校正回归的话，你绝对乖乖听二姨老师讲，今年已经跟你讲交界，爱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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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脚麻手麻心了吧？要相信报纸，要相信遐吼，昨夜买第一买，嘿，要拉回买早餐的啊，嘿，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连隔天通通买回来。空看，你那个赌徒式的做法哦，正要害死你家己啦！要拉回，继续讲个摊平，你就躺平伫遐咧啦，唔通安尼做法啦！迄、那个赌徒式诶，意气用事诶，千万唔通诶，迄个佫继续破落去吼，真危险诶！我来讲嘛。为什么还会再破底？很简单，我跟你讲一个商品就好，你慢慢去联想。石油两年前10块，现在111块。我说的是美金，一桶石油两年前10块，现在111块，起几倍？起11倍。会不会引起通膨？你甲想，食衣住行拢爱用到石油，竟然石油两年之间起11倍，干那一个人唔知影讲会引起通膨，迄个人是美国人，叫做什么名？伯南克，现任联准会主席，叫骂个臭头伊。啊！伊即马才发觉到啊，未使吼，那安尼继续通膨落去吼，民不聊生哦。伊即马咧，讲咩吼？升息到抑制那个通膨，那个通膨数字要掉下来为止。安尼食啦无？变作升息无止境的哦。啊！若安尼升息落去，对股市好也歹，莫怪最近行情你也看吼、哦，变拉高，都拉高出货啊！大家都阿婆人讲伊啊，脚底抹油啊！啊！你还搁徛伫遐啥？等解套？我搭病啊哩！石油两年起11倍啦！你也看讲这代志有严重无啦？对不？
啊，现在要升息到哦，那个、啊、通膨数字啊回落为止。啊，你看啊，要升息几次？莫怪这个行情哦，对做多不利啦。你若唔做空，倒不如对我鳄鱼老师，逐工有当冲，逐工有迄钱下赚，对不？你也看讲怎甲你出招呀？啊，我也无闹亏咧，啊，千里打呢哦，啊，无烦无恼，佫无免本免料呢，没有后顾之忧，速战速决，很赚很好。港建3093，人客赚着水哦，我卖操蛋。来，你先甲看咧，咱第一通互发给会员的信息，今仔日8:47，有无？美股续弹，四大指数平均涨1.5%，但是目前美股盘后及日韩股市领先转弱，台指开盘跌12点，纵观局势不佳，反弹就出现拉高出货，中指涨势继续。今日转空当冲应对，8:47，盘都还未开咧，刷咧来，盘开咧去，哦，乒乒乓乓，来9:1，就等你开盘尔。你有看无？第一通来，就3093港建，建议133、134先卖，准备当冲，9:1呐、啊。咱去相关的这我这134啦，咱建议133甲134，这互你做放空啦，对不？啊129甲买回，啊爆了伤早啦，还咧跌停啦，无嘛要赢，十张就无嘛要阁赢40000股。来，咱甲看一下港建的回补讯号哈。哦，今仔吼，对老师真无用的哦。你来看，信息一大堆，每一间会员所做的个股拢无同，有无？129、130当冲买回，点偌钟的时间，牵绕起来啊，对不？40000股，安尼赚到数十无？哦，你自家看哦，鳄鱼老师5月份哦，节目大放送的哦，哇，这爆死啊嘞，117万。今天是不是港建133.5、129、4.5，没了哦。人客，咱讲啊，一天建议两支啦，让你做当冲啦，轻轻松松月入百万啦，拢用当冲，让你无负担、无压力。对吧？唔免增加投资资金，嘛无迄个压力，因为咱零持股，唔免阁看到美国盘大起大落，惊到要死，对不？来，你来看，117万啊，117万啊，人安尼赚到这自然了，你家己看，安尼5月份咯，到今仔日咯，后手阁一礼拜哦。愈赚愈多哦！你一下看咧，5月初3有无？金豪科35000，哎，过来，哎，金星科12万，茂联16万，过来神准7万，哎，森达科55000，嘉泽10万，创意12万，创维7万，包括这个神准9万，来，金财4万。过来建策8万，同志12万5，过来智深科6万，阁加上今仔日，人去港建，忽然甲跌停，但是咱今日赚着一阵，补了伤早，无咪还阁赚40000股，对不？安尼，偷偷甲加起来，不要怀疑。就在你的眼前，人就赚到这自然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搁咧看报纸，还搁要相信迄个啦，
张爷买爹买迄个乌白来，乱来呀、啊！来啦来啦来啦，明仔载即支啦，对不？我拢传等你啊！人今仔日所有会员赢到千里打，安那做安那赢。你来看吼，即支钢剑，咱若当冲会员做。哦，阿公一天两支嘛吼，一天两支来。第二支是啥？金利科70000，一个45000，一个70000，我你送我不送？安尼甲加起来偌济？115000，一天两支啊，我无掠好啊，对不？一个70000啊，金利科，对不？啊，一个咧港建，对不？45000，安尼就115000啊。安尼好练无？一两点钟的时间就甲牵绕起来，刷咧咧，你啊看，吼、哦，咱一般会员咧，吼、哦，咱赚甲爽歪歪。同志70000，过来志毅咧40000，一个70000，一个40000，加起来偌济？110000。好，好背无？好背啦吼！来来来，搁刷咧来，特别会员微风顶90000，搁来群联60000，一个60000，一个90000，加起来偌济？150000。一再牵少起来，搁刷咧来，总统会员嘉泽，这安尼一台200000啊！哦，亚德克哩，这130000，一个20，一个13。33万，一早起的时间，你甲我讲这是什么时机呀、啊？这好背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咱的吼、哦，清代会员，这拢做千外，哎、欸，你免做这個，一张做到，安尼，祥硕70000，AES 50000，过来大力光25000，安尼这三支，对不？一个70000，一个50000，一个25000。145000，好不好赚？无负担，无压力，对我来安尼，人去一天两支，拢互你做当冲，拼无流畅的，人赚到嘴笑目笑，唔是伫遐等一套。我来甲你讲啊，人投资者拢伫改变，当冲比例越来越高。哦，你嘛会使对你改变。啊，要改变的第一步呢，这简单嘞，手机啊，甲提起来，你甲扫描 QR code。明仔载这支继续对二位老师全力打，哦，有改变，人生就彩色。哎、欸，逐天都很充实，因为咱逐天哦，拢伫拼当冲，逐天拢有钱通练，我好哩，你敢知？对不？赶紧手机啊，甲提起来，扫描 QR code， 咱只剩20个名额哦。哪个超过吼，你再甲咱的助理小欧燕一个啦，哎、欸，好康的就甲你斗小补，安尼知无？哦，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稍后马上回来。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388时事造英雄专案，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512-5858。泰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，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
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85125858。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，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。是怀孕的孕。7月1日起，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，除了家人的支持，还有政府的支持，祝圆梦安心生。人客啊，今年到这来，甲你提起交代啊，爱走爱走爱走，你着脚麻手麻心啊吧，对不？啊，要搁看报纸，啊，要搁什么拉回买早点呢？吼、哦，你嘛帮帮忙诶，还赌徒式诶做法唔通啦！做股票做甲意气用事，要知哦，你着对我来，你甲扫描就好，你甲看人长安尼，吼、哦，40-50个人客共建。啊娘话啊，免本免了，人伊搁赚45,000块啦，啊，搁走了伤早啦，讲啊，你跌停啦，人去啊，安尼啦，干那节目大放送啦，117万啦，刷咧咧，明仔载要做一份咧，我传单，来，大家做阵改变，哦，当冲即马这热咧，天天有钱赚，每天都过着非常充实，日子咧嘛过着这精彩，赶紧。扫描 QR Code， 马仔对你来，对你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